太小件了，看来是太小件了，是 one size， 这没有分大小，太胖了，粘不起来，是帽子太小，不是头戴的，会不会聊天啊？对呀，头小成这样，换老师戴。把证照拿出来！我没有钱，我只有内裤。证照拿出来！你竟然没有穿内裤！是，熊兵啊，那个是最难踩的部分，是不是？因为楼上够不到，对，底下又太高，对。我按个大了，大了，小时雷雨，一笑闪雷电。我。哎呀，快到呀！老师，很牢啊！哦，怎么样？下午啊，这个就 Oh my God！ 我们刚才下去摘的，哦，厉害！谁都不要跟我抢，对，可是没有肉啊，这是我饭后的水果。我今天讲这个好不好？我知道它没肉，但是极少就是很多。因为刚他儿子说，妈，我们开了，然后小安就突然冒出来说，那是校门口，是校门口的笑还是 key 那个欢笑的笑？你看老人家都说 key 笑的笑，没有中年人是欢笑的笑，老人家都 key 笑的笑，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是校门的笑，学校的笑，对不起，不好笑，我对不起你。他只会搞我头发，是你爷爷。他不搞你头发，要搞你什么？他要搞点吃喝的给我。你，那不是他的工作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